12月3号是什么星座呢？桃子来告诉你，12月3号是射手座，他们拥有远大的理想。如果前方有障碍阻碍了他们实现理想的道路，那他们会通过各种方法消除阻碍，实现理想。但这并不表示这些人只会为了私利而不择手段，相反的，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创作、家庭、工作或兴趣而奋斗，不单只想着为自己赢得名利双收。精巧的手艺和创造的精神是上天特别赐给这一天出生的人的礼物。由于太讲究真功夫，他们称得上是完美主义者。有些人可能被他们的奉献精神所感动，而不断地向他们投以钦佩和关爱的眼神。然而这些垂爱对今天出生的大师级人物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他们在工作上不需要别人的肯定，只希望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不要被别人来打扰。